if all the one torpedo remains. And sink it.是我们中国的祖先，早晚会回到我们中国来的。你们的罪恶，我们中国人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的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这一切。最重要的是，把你们称之为罪恶的东西，都让其消失掉。没有发生过。你们是一群疯子。有时疯子才能称霸世界。这船上还有一大批我们中国的文物，但是这些炸弹会杀死成千上万的美国人。上当！我们得在世界上留下这个秘密。